一般的官方艺术就是说配合官方的一些政治活动，或他的好比他新闻效果，或参加官方组织的一些展览，他们一般都是很强的一种宣传目的和主题意思。但非官方的艺术家呢，尤其年轻一些的，大概30岁以下艺术家，他们非常愿意通过自己作品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的一些关注，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些评论，还有他们自己对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的切身的感受。我觉得这点是其他的官方艺术家所不具备的，他有一种非常真诚的一种东西。这样的作品很健康，没有什么文化味，只是比较真实的表现了当代画家的一种艺术现状，还有一个思想现状，这算什么文化污染了？连真实的东西都接受不了，还谈什么谈？但是他们选址是有目的的，因为我在选择某一种东西的时候，可能会投射进去一种思想，这个选择是有主观性的，倒不是好像是一种盲目的，它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、社会环境有关系，人感觉到焦躁般，就是沉静不下来，到处是乱糟糟的。他们觉得以往画家的可能是过多的就承受文化方面的那些负担，或者是面，甚至于讲是面纱，就把它一起扯下，就是比较直接的去表达这些原始状态。